见这破碎的世界，看见人心充满伤痛。祝愿你怜悯与恩典充满在每个角落。我们愿与祝合唯一，愿你荣耀降临。We will, shine. We will shine，如天上群星，发出你荣耀。 So 就引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一生敬拜你，宣扬你大能与尊贵，愿你荣耀加冕。We will, We will shine，如天上之星，发出你。 选到这个地上，百姓排场欢迎你，敬拜来尊崇你。圣灵啊，点燃我们的心，你生灵火焰燃烧着，燃烧如。 献上赞美，尊崇给这位虽然掌权的上帝，在天底上 w e will shine, We will shine，如天上的。 We will shine like stars above, as a burning like the sun. 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到这里来敬拜你。也谢谢你，在这个敬拜当中，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我要恳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，充满这个聚会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领悟你的道，特别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荣耀，明白。 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所表达出来的丰盛、不可思议的爱，主啊，也让你的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顺服你旨意，能够活出十字架的爱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啊！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呢，我们在传讲的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到二十一章的十字架的荣耀啊。啊，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常常从两个角度来谈，一个就是耶稣的使命。 一个是门徒的使命，我们认识在这两方面十字架的荣耀。那么十二章到十七章呢，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，他讲说了十字架的荣耀的许多的方面啊，我们都已经讲过了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十八章到十九章，是进到了十字架荣耀的启示的最高潮，就是什么呢？是不但耶稣耶稣不再用传讲的，是耶稣亲自走上了十字架。 我们看他在十字架上面所经历这一切，我们就更明白十字架的荣耀啊！在这两章经文里面，使徒约翰他补充另外三卷的福音书，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哈，啊、他补充那三卷的福音书，非常详细的描述，而且报道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，让十字架的荣耀更清楚，而且更具体的展现出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重新的审视一下这。 整个耶稣受难的过程，在呃《约翰福音》里面是讲的最详细的了啊。呃，当时呃是这样子的啊，耶稣跟他的门徒吃完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后的晚餐，耶稣在最后晚餐讲了很多的话，都记载在十三章到十七章啊。啊，他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呢，呃，就带着十一个门徒出耶路撒冷城，然后走过基伦西来到。 耶稣和门徒常常去祷告一个地方，那是一个公园，叫做克西马尼园啊，很有名的啊。那么过了不久呢，犹大这个麦耶稣犹大就带着祭司长、法利赛人的参与，还有一大堆的罗马士兵，带着灯笼、火把和武器，来到这个园子里面，为了要捉拿耶稣。耶稣知道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他身上的事情啊，他就主动的出来告诉他们说。 他就是拿撒勒人的耶稣，而且他讲了两次“我就是”。第一次讲的时候，把那一群人吓到了，就往后摔倒在地上，不晓得为什么摔倒啊。不过他们应该没有想到，哇，这个人怎么敢出来自己承认？他应该跑才对的哈哈，那么，而且呢，耶稣要求他们，只要抓他一个人就好了，就放过那另外的他十一个门徒。彼得很勇敢啊，他一见。 他一见这个情况不妙了，立刻就拔出刀来，啊、呃，就砍掉了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。结果呢，没有砍到头，他砍到他的右耳朵，把他削下来了。但是耶稣呢，立刻就对他说：“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”呃，他们把耶稣带到前任大祭司雅纳那里，咳咳后来呢，又把他转到现任的大祭司盖亚法那里。他们在那整个夜里面呢。 想要速审速决，想要处死耶稣，但是审问了半天也不得要领啊！除了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之外，他们找不到任何足以判他死罪的一个罪名。同时间呢，又发生一件事，就是彼得呢，他那个时候还是很勇敢，他并没有逃跑啊，他就跟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在外面烤火，在那边等。其他的门徒大部分都跑掉了啊，但是没有想到啊。 彼得被一个看门的使女一句话呢就问倒了哈。这个使女问他说：“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？”彼得吓得不禁思索，立刻否认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之后又有两个人连续的问他同样的问题，他也不得不继续的否认说：“我不是，我不是。”啊，尤其是第三位问他的人啊，竟然是他砍掉被他砍掉右耳朵那个人的亲戚，这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。 那么应该这样说啊，彼得的失败啊，真是兵败如山倒啊，正好应验了耶稣在稍早对他说的预言：“鸡叫一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啊，大祭司跟公会他们连夜审问耶稣之后，他们想出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，他们把耶稣交给罗马的巡抚比拉多，让比拉多用耶稣称王谋反这样的罪名把耶稣定死。 他们想这样子呢，比他们自己处死他要好得多。虽然犹太人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，可是他们毫不迟疑的可以用石头打死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，对吗？啊，其实他们那样讲也是骗人的啊。但是他们想要让耶稣死得更惨，他们就交给比拉多，让比拉多来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但是呢，没有想到比拉多并没有这么笨啊，比拉多跟他们的关系也不大好。 他三次进出衙门，审问耶稣好几次，又对出来对众人说：“他说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。”他也说他想要释放耶稣，问他们要释放哪一个？是巴拉巴呢，还是耶稣呢？没有想到，呃，犹太人宁愿释放巴拉巴，也不要释放耶稣啊！巴拉巴是罪证确凿一个杀人犯，应该是要处以死刑的啊！那么，并且他们不停地喊着说：“定他十字架。” 定他死的架，比拉多又进去审问耶稣啊！而且他越审问，他越害怕。他发现耶稣虽然并没有在政治上面想要称王的这个打算，要背叛罗马的打算，但是他是一个真正有权柄、有王的权柄的一个人。他说不出来，他里面就非常的害怕啊！而且这个王竟然呃定他有罪，因为耶稣说，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给我的。 你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你交给我的那个人罪更重了。意思是说，该亚法罪比你还要重，但是你呢也有罪。到底是谁审判谁？看到这已经看不清楚了啊！比拉多在审判这个罪犯耶稣，但是耶稣宣告说：“比拉多，你有罪。”那么，比拉多那个时候非常的害怕，圣经是这样记载啊，他很想释放耶稣。 但是无奈犹太人用政治的理由呢，就堵住了他。他在权位和良心之中夹，被夹杀，动弹不得。最后犹太人使出杀手锏，犹太人喊着说：“你如果释放这个人，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。凡以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背叛该杀了。”比拉多吓坏了啊，你知道吗？比拉多这个人，呃，是一个奸诈的一个政客。 他是靠着裙带关系取得了这个一官半职，很不容易的哈、啊。他需要讨呃罗马的皇帝提比流的欢心，而提比流是一个多疑非常多疑心非常重的人。犹太人在威胁他说：“你如果敢放了耶稣，我们就去告状，说你释放了一个想要称王谋反的一个耶稣。”你想那个多疑的皇帝他会怎么做呢？他一定会对你不利啊。那么比拉多没有办法。 他最后还是屈服了，他就做出了最终的判决，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他们把耶稣跟另外两个死刑犯一起钉在了十字架上面啊。那么四个兵丁要来分耶稣的衣服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内衣呢是连成一气的一整件，是没有办法分割的。他们就为他的内衣抽签。这件事不自觉地应验了旧约圣经上的预言。 啊，耶稣在十架上面讲了一些话，总共讲了七句话，我们叫做十架七言啊。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有三句。呃，第一句是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。第二句是呢，我渴了啊。那么，当耶稣看见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，他为了要应验圣经上的预言，就说：“我渴了。”然后立刻就有人拿醋，用这个牛七草沾着醋。 递到他的嘴中，牛苣草能够伸的长度并不高啊，所以按照当时的背景，那个十字架并不是像后来，呃呃电影演的那么高，应该是伸手，然后在一段距离就可及的一个位置，就拿给他，他就，呃给他喝了啊。那么这件事又不自觉地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，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那边说：“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”最后。 耶稣用他仅存的声音说：“成了。”便低下头，把灵魂交给上帝了。耶稣不但活着的时候应验圣经上的话，耶稣死后还继续应验圣经上的预言。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，对吗？这件事是神迹啊！对一个呃石架钉在石架上囚犯来说，是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他们一定会打断他的腿骨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？他被安葬在财主的坟墓中。 本来他应该跟罪犯葬在一起，是丢在乱石坑里面去的。但是呢，他却安葬在财主的坟墓中，这又应验了旧约的圣经的预言。耶稣死了，埋葬了，但是有关他的预言还没有全部都应验。就离那个时候三天之后，还会有惊天动地的预言应验要发生在耶稣的身上。好，这就是整个的约翰所描述的整个受难的过程、受难的故事啊。在这个受难的故事里面。 我们不禁要问哈、啊，什么是十字架的荣耀？啊？你看这个受难的故事，你可以看见十字架的荣耀吗？什么是十字架的荣耀？十字架的荣耀这个词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，因为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，对吗？刚才我们看了这一切，你会觉得那是荣耀吗？那是非常痛苦、非常羞耻的、公开的，甚至耶稣死的时候是全身赤裸的死的，因为他的衣服全部被人家拿去。 呃呃，分掉了哈。那么羞辱的一个死亡怎么会是荣耀？荣耀是一种光荣。那么十字架是个羞辱，十字架怎么会是荣耀？好，关键就在这里啊。耶稣的十字架虽然在当时是个羞辱，可是耶稣十字架彰显了上帝最荣耀的本性，就是上帝的慈爱，是上帝的爱。 那么，在这个羞辱的十字架上面，彰显出上帝荣耀发光的爱，这个叫做十字架的荣耀。阿门吗？啊，耶稣的定十字架显明一件事，是上帝非常的爱我们，显明我们的神，我们所信的这位掌权的上帝，他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上帝，而且他用十字架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无条件的爱啊。所以，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很多这类的话啊，比如说人为朋友舍命。 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耶稣又说：“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甘心舍的。”在约翰一书那边，老约翰也说：“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”整个受难的过程充满了耶稣这种主动舍命的爱。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写明一件事。 不是我们爱神，是神爱我们。我们哪里能爱神呢？我们连爱人也爱不出来，对吗？更不要说爱神了。是神爱我们，爱这些不配被爱的人，爱这些不懂得爱的人，爱这些不懂得爱又需要爱的人。上帝爱我们，而且是主动的爱我们。不是我们爱他，而是他主动来爱我们，在我们非常不可爱的时候。 他就爱了我们，而且继续的爱到底，把我们爱成一个可爱的人。这是十字架上的爱的荣耀啊！那么在这整个过程里面，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那是上帝主动做的一件事情，忍受的十字架的羞辱，天父上帝忍受他的爱子受到十字架惨死的那种痛苦，他坚持的让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面断气。 那么你看上帝的主动啊，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。比方说，耶稣选择克西马利园，这就是一件很不智慧的事情，因为人家要抓逃犯，一定去他常去的地方抓，对吗？他既然去一个他最常去的地方，而且，呃，犹大闭上眼睛一想，第一个想到的地方一定是克西马利园啊。那耶稣就选择他第一个想到的地方，就去那里等他来抓他。第二个呢，他们一到了，耶稣主动出来说：“我就是。” 在这个说之前，耶稣还站出来说：“你们找谁呀、啊？哪里有囚犯这么笨的？看到警察来了，问他说：‘你要找谁呀、啊？’他说：‘我们要找拿出来的耶稣。’他说：‘我就是。’吓得那个警察摔倒在地上，因为哪里有这种囚犯呢？耶稣故意的啊！其实耶稣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逃跑，对吗？他只要随便到街道上那边走一走，他们就不能杀他了。为什么他们要半夜把他抓起来？你们想，为什么他们要半夜把耶稣抓起来去审问？ 因为白天抓起来，群众会反抗啊，对吗？群众说：“这是先知，这是上帝派来的，你怎么可以抓他？”他们不敢嘛，他们只能半夜把他抓起来，连夜审问，早上就给他处决掉，这样就可以结束。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多、这么多的波折啊！但是耶稣就任凭他们这样做，因为耶稣心里面有一个想法，他是要成为挽回祭，成为赎罪祭。 他公开而且主动这样做。彼得抽刀砍掉人家一个耳朵，耶稣说“收刀入鞘”吧。另外一个地方啊，耶稣这样说啊，就另外一卷书上面说：“难道我不能为求我父为我猜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？”十二营啊，可能是十二万。你们记得吗？在旧约里面发生过一件事啊，就是西西西西加王的时代，有一个呃，上帝派了一个天使。 半夜进到亚述大军里面去，一夜之间杀了十八万五千个军人。现在有十二万个天使在那里，你可以想象看那是多么大的一个军队，对吗？耶稣在这个军队面前，跟那个不听话的彼得说：“不要杀，收刀入鞘吧。”也是讲给他们听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么耶稣是故意的哈、啊。那么不但是这样，耶稣跟彼得多的互动，你看得出来，耶稣是那个主导者。 我常常在读那一段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说：到底是谁审判谁呀、啊？你们去看看比拉多的那个嘴脸啊，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审判官，他是像夹在耶稣跟犹太人中间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政客，跟耶稣谈一谈，觉得他没有罪，出来要宣布没有罪，他们不同意，再回去谈一谈，不但发现没有罪，更可怕，他是神的儿子。 我的天呐、啊，这个可是杀不得啊！再出来讲讲，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他非常的痛苦，他非常的痛苦。而且耶稣让这个地上的君王知道，其实他虽然不是在地上政治的君王，但他是天国的君王，他有真正的权柄，而且他用他的权柄判比拉多有罪。圣经说比拉多越谈越害怕，这是真实的啊。 那么其他几卷的时候，你还有一个地方提到说，比拉多的夫人派人来告诉他说，这个艺人你千万不要动他一根汗毛，因为昨天夜里面我被他折腾得很惨啊，他警告他先生，你千万不要伤害这个艺人，他的事你都不要管。呃，我讲到这里插一下哈，比拉多没有听他太太的话是很不智慧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管了。 他判了耶稣死刑，呃，他一定想不到，在他之后的两千年，基督教会每一次崇拜的时候都会念，在比拉多手下受害，他在门徒面，他在大面洗手，说杀这个无辜人的血不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他洗手是洗了，不过呢，遗臭万年，是不是？今天早上刚刚你们还念过一次，在比拉多手下受难，哇！ 真的是比他多蛮可怜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啊，那么整个受难的过程呢，虽然是非常不公义的，但是全部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，他应验了无数的预言。耶稣的被鞭打，耶稣的被戏弄，耶稣的手跟脚被钉，都在圣经里面有预言啊。他们分了他的外衣，又为他的内衣拈阄，这也在预言里面耶稣说我渴了，人就拿醋给他喝，也在预言里面。 也就是说，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，也在他的预言里面。他们要仰望所扎的人，这个仰望所扎的人更是不可思议。他们为什么要扎耶稣的勒旁呢？为什么要扎耶稣勒旁呢？因为耶稣太早就断气了。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啊，第二天是安息日哈，他们不能让尸首留在十字架上面。可是通常钉十字架的人不会那么快就死的，所以他们就要来打断他的腿骨，让他的身体呢失去支撑，他就会窒息而死。 用这个方式杀了另外两个犯人，可是到耶稣这边来看的时候，耶稣发现耶稣竟然已经断气了。耶稣从早上九点钟定上去，到下午三点钟已经断气了，这么短的时间就断气，这个在定时字的人来说是非常罕见的。应该说，可能从来没有，是耶稣是，呃，唯一的一位哈、啊，他是这么早六个钟头就断气的。他们怀疑耶稣没有断气，他们要试验一下，就拿着这个枪刺耶稣的肋旁，刺进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。 那么圣经说有血和水流出来，《铁证待判》这本书的作者麦道卫他说，有血和水流出来有很多的可能性啊。那么法医鉴定的时候会有很多可能性，不过他认为那个血是血块，那个水是血清。那么意思是说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非常痛苦的死亡，他的心脏已经破裂，大量的血液呢？ 已经凝结成了血块，然后血清也分离了，所以一刺进去就喷出来了。那么，如果耶稣还活着，刺进去应该有大量的血喷出来，或是呢，随着他的心跳，血一股一股的跑出来，这是大家的共识啊。如果这个人还活着，刺进去应该是血一股一股的出来，或者大量的喷出来，可是不会流出大量的血块跟血清出来。这种情况显明耶稣已经死了，弟兄姊妹。 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完全想象不到，几千年前旧约圣经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。他们不知不觉的实现了、应验了圣经的预言，实在令人敬畏啊！实在令人敬畏、啊，连这样的事都在预言当中，连这样的事都在预言当中啊！那么，圣经说他们要仰望所扎的人，那么。 十字架上面充满了上帝主动的爱、荣耀的爱啊、坚持的爱。我们看十字架就知道上帝爱我们。罗马书第五章这边说：“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、上帝自己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要相信，真的有一个神。 他非常的爱你，祷告得应验吗？癌症得医治，升官又发财，交女朋友、交男朋友非常顺利，生孩子要生男就生男，要生女就生女，是这样吗？但是无论如何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，你还能说神爱你吗？可以，上帝爱我们，如果他不爱我们，他怎么会钉在十字架上？ 如果他不爱我们，他怎么会选择克西玛尼园？如果他不爱我们，他怎么会主动的出来说我就是？如果他不爱我们，他怎么会在数不清的天使天君的面前，蠢蠢欲动的天使天君的面前，跟彼得说收刀入鞘吧？提醒那些天君说，天父的旨意是要我上十字架，你们搞清楚，绝对不可以有一个人妄动、轻举妄动。 当他被辱骂不还口、受害不和威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通的按公益审判人的主，在实际架上，耶稣忍受那六个小时不可思议的身心灵的痛苦，但是他的心里面 focus 的只有一点，就是救赎大功。所以当救赎大功完成的时候，他很高兴的说成了，他就断气了。你知道耶稣整个一生，他的心里面最看重的是什么事情吗？ 就是这一件事情，他来就是为了这个。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了要替所有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挽回上帝愤怒的那个祭，为了让人可以恢复和上帝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，让人可以得到永生。十字架显明神丰富的爱。那么，人的理性有时候很难了解这样的爱，但是你可以相信啊。 我常想哈、啊，如果你感觉好像人生很潦倒、很困惑的时候，请你记得，有一个神，他非常爱你。你感觉很孤单，你的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，请你记得，上帝非常的爱你，因为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。当你失去勇气，甚至有些人想要放弃生命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忘记，有一个人非常的爱你，那就是耶稣，那就是上帝，他真正的爱你。 他也能够解决你的问题，而且他会一生跟你同在，请你记得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神，他全然的爱你，你不一定能够明白，但是你可以相信，阿门吗？啊，十字架的荣耀彰显的最大的就是上帝的爱，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。不过，当我们在看耶稣受难的这个过程的时候，不但是看见十字架的荣耀、神的荣耀、神的爱，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件。 同样重要的事情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的顺服。耶稣的顺服，耶稣是借着他的顺服表达出来上帝的爱。那么，耶稣的顺服是整个受难的过程是非常的突出的啊。比方说，他说：“我付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”这个杯是一个专有名词啊，因为耶稣在实际上在科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父啊。” 若是能行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那个杯就是十架的苦杯。耶稣曾经向父神祷告三次，就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三次，说：“求你把这个十架苦杯撤去。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那么后来他祷告三次之后，父神没有撤去。他知道父神的意思了。所以当彼得砍掉人家耳朵的时候，他跟彼得说：“我父给我那杯。” 我岂可不喝呢？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视死如归了啊！他完全顺服神。他对比拉多说：“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”比拉多还以为自己有权柄啊！比拉多以为他自己很拉风，他要人活就让人活，要人死就让人死。不过耶稣跟他说：“比拉多，其实你不知道，今天你能够做这样的事，是因为天父上帝给你这样的权柄。” 那所有的不公义的捉拿、审判、鞭打、羞辱，都在上帝的控制之中，都在上帝的权柄里面。如果神不愿意，一件事都不会发生。所以耶稣是安安静静的承受上帝的旨意，他完全顺服神所安排的每一个细节。不但是这样哈，呃，这整个受难的过程，很多地方写明。 都应验了，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啊。那么其中有一个是最特别的事，是耶稣主动的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，就是耶稣说：“我渴了。”其他的像这个里衣、分离外衣啦，骨头没有折断，这是耶稣不能控制的，对吗？是别人对他做的。甚至有时候他已经死了，一个尸体上面做的事，耶稣当然更不能控制了。可是耶稣还活着，剩下一口气的时候，耶稣竟然说：“我渴了。”你们知道哈、啊？你们想想看啊，一个快垂死的犯人。 在石架上说：“我渴了。”其实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他流血流着那个样子，全身被钉字架，被鞭打的不像人形了。那个疼痛，那个呃呃那个疲累，整夜去审问他，他都没有睡觉啊。当然饥渴也是其中之一啊。他他为什么会选择说“我渴了”？他不说“我累了”或“是我痛了”或“是我很难过”。他说：“我渴了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。 为了要让圣经上的话应验，因为耶稣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：“我渴了。”他们拿醋给我喝，所以耶稣说：“我渴了。”你知道这件事，耶稣完全顺服圣经的预言，顺服上帝的话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说，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：“上帝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，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。” 耶稣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，愿意顺服天父上帝他做的事情，也因为这样子，耶稣可以表达出十字架的荣耀。荣耀是借着顺服、借着受苦表达出来的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荣耀上让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，耶稣照样对他的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其实，我们听这个时候来听这句话，我们就完全的明白了。 耶稣不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背十字架显出上帝的荣耀，耶稣要所有他的门徒学他的样式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这个自己的十字架并不像耶稣十字架那么痛苦，我们不需要赎罪。耶稣十字架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像自己的意思死，像神的意思活，就是放下自己顺服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在身上也可以彰显出。 十字架的荣耀，那么放下自己，顺服神的旨意，简单说就是悔改。悔改的第一步就是认罪，不要小看认罪这件事情啊！认罪的意思是我发现神的旨意是这样，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我就向神悔改，放下我的，愿意听神的。一个认罪的人，他已经领受到十字架的爱，他也得到顺服的能力啊！他可以脱离自我中心。 活出神的荣耀，活出神的爱啊！但是认罪是有困难的，认罪难不难？向人认罪可能比向神认罪更难，是吗？但是认罪的困难，这样啊，大概有几个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害怕，害怕被处罚，所以不敢认。我们认罪不是要借着我们的认罪来挽回上帝的愤怒啊！耶稣所献的祭已经挽回了上帝的愤怒，我们只是来到一个爱我们。 连续我们愿意赦免我们的罪的上帝面前，并且同时呢认罪悔改，离开自我中心，就能够活出上帝的爱啊！认罪非常非常的要紧啊！有时候认罪是因为害怕，不敢认罪是因为害怕；有时候不敢认罪呢是因为无知，不晓得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啊！彼得就是这样，对吗？彼得信誓旦旦的跟耶稣说：“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” 就是其他人都离开你，我彼得也绝不会离开你，我甚至愿意为你死。耶稣平平淡淡的对彼得说：“你愿意为我死，舍命吗？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今天鸡叫一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后来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，对吗？彼得完全不晓得他自己有几斤几两重，他可能大场面可以得胜，几百个人来抓耶稣，他可以拿出刀来砍。 他可以跟着他们进到这个，呃，这个大祭司院子里。可是，一个小侍女问他一句话就倒了。他没有想到，小侍女也来挑战他，他完全没有预备。试探就是这样来的，在你完全想不到的角度，突然出现在你面前。他也绝对想不到，他砍掉耳朵的那个亲戚的，竟然会问他说：“你不也是跟他一伙的吗？”他吓坏了。那么。 无知啊，无知！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，我们才可以认罪啊。那么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呃，全家清明节连假他们出游啊，就是最近他们一家人玩得很开心。只是假期中呢，女儿有时候管爸爸的态度不佳，让弟兄的心里面不舒服啊。女儿常常很喜欢管教他的父亲哦，啊,啊，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廉价结束，开车回家的路上呢，这个女儿又数落他爸爸用单手开车啊。 不是要呃拼这个技术，而是他们在开车的时候看见旁边有一家人在骑脚踏车，那个那个场景非常好他人人他。他爸爸就指着看说：“哎，你们看他们一家骑脚踏车很好，我们以后也可以这样。”没有想到他这个好意呢，被他女儿又开开骂。他女儿说：“你怎么单手开车啊？这样很危险啊怎！怎么样怎么样？而且语气非常不好 <music>。” mm hmm>、那么这个爸爸听了之后就非常生气啊、哦，他就情绪爆发，把女儿骂了一顿。 然后呢，骂完也迁怒他的太太，说女儿就是跟你学的。那么发完脾气以后呢，全车非常安静，气氛降到冰点。这个弟兄也很后悔，他不晓得自己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他也不晓得怎么样收拾啊。想一想，等一下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，那真是很困难了哈、啊，不晓得怎么样开下去了。他心里面就呼求上帝来拯救他。那么全家沉默了十多分钟之后呢，没有想到。 他的太太在后座呢，先开口了，开口跟他先生道歉，说：“老公，对不起。”这个先生吓了一跳，哈，没有想到妻子竟然主动打破沉默道歉，而且态度非常的柔和。接着他妻子跟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刚刚很不尊重你，而且忽略你原本想要跟我们讲的好事情。”啊，这个弟兄说呢，妻子的道歉完全打中要害，讲中他心里面的那两点啊。 甚至这个弟兄自己都没有发现，他生气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：不被尊重，而且不被注意。他就呃怒气全消，他就低声的跟太太说谢谢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又为了自己乱发脾气呢，跟妻子、跟女儿道歉。弟兄道歉之后呢，这个太太、这个妈妈很有智慧啊，她就问她的女儿说：“爸爸已经跟我们说对不起了，你要不要回应一下？”他女儿就说：“没关系。” 啊，那么很快，全家就恢复了原本的气氛。呃，我不晓得这个没关系呢是什么意思啊？<laughs> 希望后面不要加上一句“每次都这样” <laughs> 啊。啊，OK。这个弟兄事后呢很纳闷，妻子怎么会这么快就主动和好？他就问他太太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快就可以道歉呢？”他妻子说呢：“其实呢，我在后面一直祷告。” 然后圣灵很清楚的跟我说：“你生气的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你觉得很不被尊重。第二个是呢，你讲的话呢，我们都不在意，我们都不看重，觉得是这个没什么这样子啊。那么妻子按照圣灵的启示，就跟先生道歉。先生的心呢感觉到被同理、被了解，很快气就消了，全家就可以和睦相处啊，就可以和睦相处。你知道吗？认罪悔改需要圣灵的光照，阿白吗？” 圣灵的光照会带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，活出十字架的爱。十字架的荣耀是什么？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彰显了上帝不可思议的爱。我们看他的十字架，就知道这位上帝真的爱我们。耶稣借着顺服彰显了十字架的荣耀，彰显了上帝的爱啊！我们也一样，要像耶稣一样背起十字架来顺服神。 天天认罪悔改，活出神的荣耀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圣灵把上帝的爱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谢谢主，上帝儿子十字架的爱，写明上帝极大的爱和荣耀。 愿圣灵把这样的爱启示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，我们心里面紧紧的有信心抓住，领受这样的爱，并且活在这样的爱里面。同时也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，天天认罪悔改，来跟随主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像你一样跟随你，执行上帝的旨意，在这个世上彰显出十字架的荣耀，十字架的爱。谢谢主。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